我看看眼睛。宝宝看一下，这么大包，然后这个眼睛也被钉去了。昨天眼睛都烧掉了呀。东西准备完了吗？没完了。准备完了什么东西？游泳镜。游泳镜。游泳衣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游泳衣。还有你的游泳裤。我的游泳裤，弄好了吗？是8:40，你这个出发。康乐中心是全哦，这全都是客房这边。这是这个吗？你只有去这边。B2楼。啊，这么多！哇，你关注一下啊！你问我问出去。爸爸，妈妈这个嗓音在那爬墙。对，这个是佩奇、乔治，就是一个头是一个吹风机的。咦，社会人。啊，点名了啊，小王。等一下，你好。点名了，我这个王太大了。哦，这个王太大了，那你可以竖起来写吗？你竖。没有学过幼儿园的小朋友，没有学过，没有任何文化功底，没有任何文化的。啊啊、哇，棒棒！就是，哇，姐姐好厉害！照着别人一样的戏呢，照着电影学的。对。哇。Thank you.
笛子。妈妈，都是。三里好多李子，哇，这么多。苗子。嗯。红色的李子。这个梨子树，这个是。梨子树。都有了啊，这边还有一条路，不知道去哪里的，应该也是可以下山的。太酸了啊、哦！嗯，好。嗯，然后这里就是、下面就是他们的那个别墅，然后最楼顶一层，然后有一个院子，然后院子搞得有点像日式的那种院子，大概可以看看。然后我们现在下山。不需要。妈妈，你读一读，就是摸一下屏幕。妈妈有四个。对，这里是一个游泳池。妈妈有一个小的，它下了水，水就这么一滴滴。我面子怪多的，我又。哦，这里是放水，我们要来吗？不行。走。妈。不知道。四楼。那好像是四楼吧，爸。温泉，泡温泉的，不过现在被锁掉了。我们现在去骑车，对吧？对，骑车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对，自行车放在，哪里？放车上。门口。门口。爸爸，你在。好，开始走了啊。杨梅，这都杨梅。红色的。哎。门口发现一颗，然后外面发现一颗。我们在前面休息一下吧。好吧，给摘朵几朵花给你。哎，我已经累趴掉了，带了。女儿走了，骑了两公里路，好多是上坡。走走走。哎，别捏！
不能刹车，不能刹车，从而摔掉怎么办？